Honey Honey Ren Ren， 我突然想到我没化妆欸。亚麻路布 Hello， 我就这样可以，我可以这样称他。你不行，你有化妆，他会变成橘色的。是很好意 Hello。帮我拿。太冲了，在脚的大拇指跟食指之间，在那里哦。我直接我是脚，我想说捏脚底板。老师喊亚麻路布，那要先念排名吗？算了，等一下念好了。小千豆你天天 Hello， 我需要眼药水，在我的口袋。在我的外套口袋右边。Hello， 艾斯。Hello， 原理。Hello， 师傅。Hello， 唐一元。Hello， 小一。Hello， ONG。Hello， 思源。谢谢。Hello， 志祥。裤子换个轻松的，耶、yeah ！我很早以前剪了。Hello， 大家！我睡醒了，还流长。你还没有。我睡醒了。谢谢明的四叶草，还有花枝精粹、小作耳朵、情绪航空、影游戏、西肉雅人、诺克千里、M 说 Hello， sexy。不 sexy， 因为我换了台东裤。魔王，如果云爵睡，你也会睡。嗯，不想看到我是不是？哎，看拍你看不懂。现在帮我拿一下。现在刚穿的呢是林姐的皮裤。对，这是林姐的皮裤，她抄袭。我整个就是要被绑，我这是竖起来的肉。这也是那个万圣节生写的皮裤，超级轻便。嗯 ，Hello， 够了 ，Hello， 这是林姐的皮裤 ，Hello， 有西西咯 ，Hello， 佩琛 ，Hello， 七十七了 ，Hello， 叶真，谢谢勇哥的文超礼，还有玫瑰，我还没还呢，他送我了，早安大家，他说，好啊，是送你啊，是送你嘛，反正几百块而已，送你嘛。说一下香水裤，这不是睡裤，这是一件很快乐的裤子。这是一个雷文克劳的裤子。Hello， 很快 ，Hello， 妮妮，谢谢新人的 love。直播换裤子，我想不是，也不是这样，也不全是这样子吧？你又没看到。好可爱哟、哦，莎莎，莎莎好可爱、哦、啊！会在讲我，他已读。我们那个排名吧，他已读不回。Hello Militant，Hello 丫丫 ，Hello 胖天。第九名是吴婉玲，第八名是可以转达一下吴婉玲的部分吗？然后第八名是老沙 Solid， 第七名是 QK 男子，第六名是牙。第五名是玉超，第四名是哈利，第三名是刘建谷，第二名是变成西西柠檬，第一名是知法犯法。谢谢大家。我是高云爵 ，Hello 圈 ，Hello Sky。QK 你的头像是发生什么事情？阿迪嘎多，みんなさまで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所以大家都是男的，哎，没，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吧？男的才不行吧？不然我在后台怎么办？我怎么生存？不觉得很吊，很吊吗？是很蛮厉害的啦，但是我有点莫名其妙。嗨，佩森，啊，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这边呢。那这么意哟，但是。心里这么一，けれど，你看，奇怪的视角。
绝冬夏雨宁 ，QWQ 吉虎红人豪诗人又因安源同谋是贼银山 ，Hello， 这还蛮，这是很催眠吗？这没有很催眠吧？催眠曲，催眠曲。今天直播到这边结束喽，大家拜拜，可以去他的台，他的 live。Hello 宁远 ，Hello 汉流 ，Hello QK，Hello 杨琼，对，不说话妻子系列，一说话破功没有错。Hello 雨宁 ，Hello 笑笑 ，Hello 金燕 ，Hello 宁霜。不会 ，This 我会的歌曲非常的少。谢谢小千的小浪花，刚刚跑去发发呢 ，OK。谢谢小千的守护灵，晚安闽南桑 ，Hello 屈原 ，Hello 知米 ，Hello 托姆 ，Hello 海洋。你想去哪里玩吗？这是妖尾的、哦，是吗？我不知道，不这不是吧？可能有点像。Hello， 你开了罗杰。我刚看你拿碗还很开心，就你在开心什么？你怎么可能呢？我忘记了。
是的，是蒜头哦。蒜味感觉，嗯，有没有水的？嗯，那你再吃下一颗吧，就这样连着吃，还是你一次把它吃完？交给你，我不要，我吃好多。你才吃几颗？很多。Hello， 大家，我不喜欢吃蒜头，这是因为昨天跟他玩花杂，然后输的凄凄惨惨戚戚，然后就才吃蒜头。我刚刚又帮你吃了一颗，所以你总共只要吃7颗就好了。我已经吃几颗了。最好是啦。偶阳小千，你越来越八九了。我看。你看他在哪里？哇哦！哇。蒜头 is good to ea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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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吃快乐都知啊哈。用蒜头卸妆是在哈喽。不然你每弹一首歌就吃一个蒜头。不要。你剩4颗。
香肠会很赞哦。没有香肠啊。还是我去楼下买卤味。好啦。可是你不能在这里播，那这里不能吃卤味。嗯。啊！好可爱。我觉得我好容易想吃甜食。谢谢 QQ 的心心。为什么我们煮的鸡汤跟那个港式煮的鸡汤差这么多？哎，我们不是念。上一次你，上一次直播，就上一次去吃港式，加的东西不一样吧？鸡肉跟蛤蜊，他加了多加了蛤蜊，然后汤梗看起来比较黄，没有葱，没有姜。它可能是汤膏、汤块、汤包，很像那种感觉，像鲑鱼煮的那种感觉，还蛮像的。嗯，七颗多太多了吧？馋臭一次咬一口，疯了！可以耶。那我刚吃那堆是吃心酸的耶。欸，我帮你吃很多颗了。那个。剩下两颗欸。没吗西达嘎。我刚刚帮你吃了。没嘎三没吗西达嘎。三没吗西达。三没达三没达。三没。可是我不会了。三没。我把水喝完了。最后一滴，这两颗吃下去，吃下去不喝水就结束。不可能，用舌头这样碾碾爆它，碾爆蒜头就结束。最后吃会。パパフェリーシャシャ。夢見ましたか？見てないです。ちゃんと寝ましただけど、何も見てない。这个学过ピアノ没有啊？他怎么在这里？这不是虾虾，因为我夹着它。这样玩感觉一个月后就会弹李斯特的曲子，真的。真的。你就可以弹钟了，你是天才吧？你是海，我怎么还记得弹的比以前好？拉西拉松，拉西拉松。法学过，对法法学过，我就是那种海六闭嘴，我就是那个学钢琴但不怎么会弹琴，就是那个不怎么学钢琴然后弹超强的，哎，你就是不怎么学钢琴然后弹超强，没有弹超强，弹超烂的。你刚说弹超强，你，是你，我，亚历莎莎，鲨鱼叫什么名字？他给问了，亚历莎莎。
慢的啦。好好，吓死我。真是。莎莎弹琴。谢谢 Vicky 的掌声鼓励，谢谢玉桃的花枝金翠，还有幸运四叶草，莎莎比我厉害多呀！哎，只会弹琴 ，Hello！ 哎呦，哎，
那我觉得我比较会弹琴，不会弹琴呢、啊。特别可爱，他被他哭死啊，好可爱，看钢琴，然后他就碰不到了，好可爱，难了吧？我不记得和的是哪里耶、欸。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很多颗的、啊、不可，我不可以吃比你多，一定要吃比你还要少，我吃很多啊，没有，我吃比你多，我吃很多，不管，我吃很多，我不要，我已经吃很多了，我吃的够多了，我等下吃完直接弹完这整首给你看、哦、那就吃吧，不可能，哎呦啊，不可以这样，慢切一半，这样子。没有水，没有水，没有水了，没有水了。没有水。这样，跳下去，跳下去没，跳下去没了。
它是普价。都是哆咪啦，嗯，嗯，嗯，你是能吃下去的吗？厉害，这边绝望了，绝望，再吃一颗吧，绝望谷底，不要。咪嗦西，啊咪嗦咪，然后就咪，台东的，对啊，今天上次飞来台东，
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你就会弹了。就会弹的，你再多吃一颗蒜头，就弹得更好。不可能。林果无糖水水古早味，新鲜柠檬，谢谢杜莲的寓意。这个左右手岂不是要准备起来啊？就是放弃啊。右手发疯哎。好吧，右手就是一个习惯动作，不用看，不能看，然后看左手。我没办法不看哎，这个好难哦。你是不是不看的？啊，你是不是不看的？是在哭哦。他说吧，你。很难耶，谢谢新鲜柠檬。是不是弹的好像没有错几个音？有，明明就超级有错。不会很想睡吗？我刚刚睡了，在听 ZZW。ZZW 是什么？要睡着了吧？很难耶 ，piano。哪有？好难哦。吃颗蒜头就不难了。不要。那吃片姜。哎，最后一块了。
的，超小块的啦，超级小块的蒜头。最后一颗了，最后一颗了，真的，你看完你没有蒜头了，最后一颗了。天哪！这边玩钢琴学姐，那玩吉他，一人诠释，四人合唱无敌，还大聊夜后啊。吃的时候滑砸墙，不强不强，吃的时候不会变强，不可能，不可以这样子，等一下，不可以在钢琴旁边弄这个东西，他说日文，打死你嘞。哎，变超小块了，好不好？很大。嗯。哎，我也吃下一半了。很大。我已经快要跟你吃一样多蒜头了。没有。有。噔。帮你把这边姜吃下去就结束。有新的姐姐成员都会推荐她去看《一家的夜后》，真假的 ？Hello， 雪迷 ，Hello， 大姐 ，Hello， 点长。嗯？张福法要玩游戏了。
弹错了吃蒜头，这个不能不错吧？什么意思？新的人吗？好难哦、喔。上一次在台东穿不是，我在台东哪有穿黑色衬衫？哦，哦有啦，你那件不是刚刚张爸爸穿的。我现在穿裙子，我现在穿着我生日的那件衣服，那件裙子。我这次回来是一个黑暗风，我行李箱全黑。这次来这里玩是黑暗风，行李箱超黑的，只有张佛法那边是白的。我有带两件白的，就是外是衬的，就是合照会穿的那件外套。Yes。因为他那个明天有不飞的那一段嘛，就是我说的很喜欢的钢琴。你可以弹吗？
艾丽莎莎。不可能，它超卡的，好不好？搞不好，哎，不然你把它，你把它给我。你在忙。我超强啦。你在忙。他在玩游戏，傻眼。怎样？傻眼。我吧。给你。哪有傻眼？为什么傻眼？他。是这样子，妈耶！没有，才没胖呢。这就是什么？瘦，我瘦到不行，很瘦啊。他们说我今天不扁，这里有点不扁，你才不扁。好不累，就这首啊，好好听啊。左右手。
会。上班了，好，没有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一路一路 ，no 什么 ？bird、no, bird fly fly， 哼！欢迎大家来看凯特琳。谁？哪首最自信啊？哪首最自信 ？River，River， Losing You。没有，那首超不自信的。嗯，梦中的婚礼，都是卡农。但是卡农我只会那一段啊。你今天第125次直播嘞？是哦。谢谢 Nick 的小浪花， Nick 晚安。Cool， 谢谢大家帮我记这个。不要感冒，好像又要变冷了。嗯，我一来台东就变冷了，可恶。对啊，你真的是。台东很冷欸，对台东的印象冷。太扯了，真的是太扯了。人数最好的，比较喜欢弹。
因为很好听。三首连弹过花吗？对啊，对啊，可是我只会弹的、啊，我弹右手，我们弹右手，两首两首，
不是三抽吧？嗯，那一个非洲酋长抽，欸，我抽卡还是可以很高的，好不好？偶尔，嗯，最近没有，前阵子，那个 Benjamin 开心的咯，对，我没有石头，我可以帮你抽，我还好，好吧，欸，没有，我超想要那个鼓手的，嗯，蒜头吗？臭死。好熟，就是花的左手啊，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懂。我要靠着山，你可以再懒惰一点。Hello， 草莓酱。蛙泥出现了，蛙泥上线，你好像怕你是傻鱼拍的，鳄鱼，你是鳄鱼，你很慢，
结束了，拜拜。那你要不要弹抒情的那一段？你要不要好好的把它弹完？好的。耶！可以从哪开始？从头啊！耶！突然大降速。情的年少女友，这画面好像只有在少女漫画才会有的样子。什么？什么年少女友？年上，年上，两个月。但我确实是在干扰他。啊？什么？干扰 this？ 我这边在跑了。搞这种恶作剧，什么东西？什么恶作剧？他会干扰人家恋情。
住眼睛，这太干扰了，是不是要充电？位置很限制我哎、欸，看来只能让莎莎代替我了。什么意思？我的手机没电了，大家，它随时关机，它剩下十趴。再回来。你打我。Sorry。捏嘟嘟。捏不起来。吃饭，你给我吃饭。起床。你可以拿，哦，没有拿，没有那个。我的心里为什么都在地上啊？哈哈，又出来了，吃了一天。莎莎好可爱哦！还感觉到啊，重心不稳。看到哪里啊？我知道，莎莎，莎莎来，好回来了。哦，那边好温暖，我要去哪里？傻眼，等一下，清水小偷。这里超温暖的了。这里有插头，这里有插头，来吃。哦哟，你不早讲。你是被看到。对不起。我早上被熟透了，早上在烫衣服，直接熟透。是啊。Hello 大家，听得懂对的。Hello 叔叔，这样会超帅。头发要跟绝岭加班费，不用啦。我要继续干扰他。好温暖，好温暖，好温暖。身边的女生，他是我大哥，他是大哥本人吗？啊？你是觉得你就是大哥吗？才是大哥的，你才是大哥的女人呢、欸。大哥的男人，大哥的男人，你是大哥的男人。成功，超级成功哎！是不是重伤了？下面猫了一圈。对，下面猫了一圈。哎，嘿，我看到这段的结束的地方了。终于要真的，终于要加速了。嘿嘿，对啊，今天没有打牌，输透了。输透。没关系啊，等等下播我一定还会再找他打。打架。打牌。
下一次直播，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你现在看到高恒杰就是变得更黑了，什么意思？完整的弹完这首歌，也是也是今年第一次完整弹完这首歌。期待你们去学流行歌的和弦，这样以后就能搭配表演了。你不是要弹那个吗？什
知道知道只有咖啡的门也开我的手机呢什么呀右边可能你带有一带有绑在山猪背上跑出去跑半天吗玩玩的到Hello 天下走走走红楼帕纳达耶红是什么女子女子诺卡纳达耶女子是彩虹是不是、嗯、女子玩你玩你Hello DJ 万小白兔生人好神迷柠檬是不是有人下班了Pianisto Pianisto 冷面 Hello 阿春可以的用听的吧可以吧不行吧应该可以吧晚安 DJ 晚带小孩子莎莎你这样 keep 欸是吗你们就是啊，头发怎么越来越 man 了？他这是男生，这还少了一个。カナダイ。哦，根本可以自己学。傻眼，你弹嘛？呀、yeah. ，好普通，那个中间的。你在找？这边好热。伴奏啊，就是直接弹这首。很简单耶，马上弹奏。爸爸觉得不够高难度，对，嗯，不够高难度，他不想学。嗯，那就不好听啊。傻眼，帮我伴奏，太难了，等一下，这没有符号，我不是这种人哦。你合伴奏的人，可以啦，你都合过了，你有合过吗？你都合过大提琴，我是主旋律大会，我是主旋律大会啊。还有爵士的白，我只要起来白色。这是什么歌？好像。
噔噔噔，我们还是继续听吧。冲的次数，对，没有那么多吧。这个也要什么词？好，我只会这个了。标准音 A， 啦啦啦啦啦啦。好，你考试都这样了？是啊。给个音标准，我们要听听写考试啊。好。笔试、就是、这个。对，就是他们弹，一开始考单音，那你要写出它在谱上的位置。真的、哦，嗯，还有考旋律，还有双手，太难了，节奏，太难了，就是要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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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写出它什么节奏，就这样。好酷哦！对，然后、哦、第一个就是音，比如说弹这个啦，你不可以写在这个啦，你要弹写在这个啦，就写五线谱这样，然后实体，然后说音程，只要你写出来什么音，然后几度，然后就把它写出来。好难哦！就是给相对音感一个活路，所以他们会给一个标准音 A， 这个是拉，然后他们就听得出来以后说的音的。好难呐、标准音 A， 然后就开始，就给一个拉，然后他们就听得出来了。你也听得出来了吧？我听不出来。这个音是拉，那不要看，这是什么音？好吧，我真的不行。超过学习年纪。对啊，你在说什么外星语？在国中的呢，国中没有这种东西。你是音乐班的呢。然后之后节奏考完考旋律，旋律他就会弹，比如说是咪，不是是，对是咪。那你就要写出音高跟旋律这样子，音高跟节奏。就变成一首一个旋律，他有时候会弹那种很丑的、那种很乱的旋律，然后你就要自己，你还是要写出来。音程也可能会考这种，你就要先听一个音，然后再感觉它另一个音离它黏不黏。绝对音感要7岁前，什么意思？练吗？练绝对音感，绝对音感是练得出来的。有人说可以啊，我是觉得可以啊。是啊、哦，嗯，酷。你国中有没有？对啊，谁国中有这种东西啊？这样的是咪，然后考完旋律还有双手旋律，双手我就直接放烂，我真的听不出来，所以我真的没办法。比如说要弹一个什么，听不出来，我真的听不出来他在弹什么鬼。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就是你要写在，他有发五线谱子，你就要写。嗯。你感觉就很强。我觉得没有，我只有前几题可以，后面都不行。这个应该有。他们是考试。什么地狱？听不出来。这应该是就是乱画。敢画画。先讲。哎、你好丑、哦！很丑哎、你画的很丑哎、他就很快。什么地狱啊？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地狱？大家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来自地狱的五线谱。好丑、哦！啊！喂！我要下去了，救命！怎么很丑黏着？那这是什么、啊？哦，还有我学过这么难的东西哦。他画的很丑，你只是木二，还可以，还好吗？很丑哎、超丑！你们看一下，不好意思，大家五线谱是长这个样子的哈、哦。这是什么？妈耶！
皮卡丘。直男的五线谱就长这样。我就没有进步过了，就这样。走、哦，走吧。就跟理科生写中文字一样，这真的超丑。这你写的吗？对，这是很好看的，好不好？歪的，很烂漫，大小刷，什么不可省。暑期五期和弦，我转哦！天哪，这什么考试啊？后面有音阶原琴的就不错，直接用，那已经是不一样的了哎、欸！可以看，可以看，就是考试一开始就是你要写他的，很难哦，会很吵，很吵。在弹这个，然后写出发哆完全五度，然后弹这是什么？去哪里了？哦，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哎，大家，他在讲什么？你们听得懂吗？好吵啊、哦！来自地狱的五线谱，真的丑爆哎！真的丑爆哎！丑炸哎！我的天哪！丑到差点！我看这应该是之前一点的，这个是八年级的。唉，九年级应该有进步。不会去读的东西，这边绝对不会去读恐怖的东西。有啊，
但是我不演戏啊，没有用。你干嘛不演戏？什么干嘛不演戏？哈？哈？你为什么不演戏？什么意思？那你说按你不演戏？我说我不会演戏。哦，按你学就会啦。比我会吧，我不会演戏、啊。超不会，超不会！我要念排行第十名，已经11:10了。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是的，第十名是谢谢你们，谢谢柠檬。第九名是李晨，谢谢李晨。第八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七名是Ming，谢谢Ming。第六名是 QK，谢谢 QK。第五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四名是小千，谢谢千在上班。第三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二名是豆粒，谢谢豆粒。第一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纯天然上下巴。嗯，如果是女的会想崇拜法法，真的吗？没大人。做什么？对，刚下去就没有人。是啊。谢谢杨雄的花枝精粹。嗯，可是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来不及的，辛苦了杨雄，哈。谢谢杨雄。下班的，明天上班。拜。晚安了各位，可爱可爱可爱，拜拜。没有影片，谢谢。拜拜。什么影片？串头。可以自己去看回放。对，拜拜。